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感谢赞美主赐我们美好的星期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好不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看之前，不但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也能够把今天早上的连结，那你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同工，更多的小组的组员能够跟我们一起上线，一起来做晨祷。我们相信今天上帝有他丰富的话语来为我们预备，那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在分享的当儿，我们也一起来祷告。哦，是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时候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祷告恳求主再一次的，主啊，你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主啊，我们是个罪人。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好多方面得罪你，在我们的思想、意念、动作、言语、行为，主啊，无论是隐而未现的，甚至一些罪我们犯的都不知道的，主啊，我们恳求你，这时候你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主啊，你宝血涂抹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宝血得以称义，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把我今天的生活，我今天的生命，每一口气息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把我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主啊，我所要做的今天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把我所要说的话，我所要做的每件事情交在你手中。上帝，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来引导我，带领我，让每一天的生活都行在圣灵的里面，都靠着圣灵行事。主啊，我要依靠你，我不要靠我的肉体。主啊，我不要凭我的感觉，哦，主啊，我不要凭我的情感，我乃是要按照上帝的话语，由圣灵来带领我，指引我，让我每一个脚步，我所说的，我所思想的，亲爱的圣灵，我欢迎你来掌权。我再一次的承认，你就是我生命的主，你就是我生命的王。我欢迎你来在我生命来掌权。主啊，为着每一位线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当我们在这里预备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也欢迎你掌权。哦，是的，主，这时候我们举起双手，再一次的把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这个时候不但我们祷告你宝血遮盖我们、保护我们，主啊，这时候我们要祷告穿上全副军装。主啊，我们要穿上救恩的头盔。主啊，真理由真理束腰。主啊，拿起信德的盾牌。主啊要拿起圣灵的宝剑，传福音的平安鞋，还有公义成为遮胸的护心镜。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要带着你给我们的权柄，不但我们在这里敬拜主啊，当我们敬拜每一个的歌词，主啊，都是现在的宝座前，主啊，每一个歌词，主啊，能够达到在这个整个属灵灵异的当中，主啊，我们要看到，当我们在你的中而你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啊，能够拆毁撒旦魔鬼的一切的火箭，一切的隔墙。我们生命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宣告你话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成长，我们的信心就带来了一个极大的翻转，一个极大的成长。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主啊，正在学习祷告的，或者在祷告方面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主啊，我求你在今天早晨，求你把祷告的恩膏赐给我们。我们不但能够用灵用方言祷告，我们也能够很丰富的在这个的悟性方面来祷告。主啊，当我们一开口祷告的时候，主啊，你会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你会给我们你的话语如何的去祷告。主啊，我祷告祈求主把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恩膏赐给每个弟兄姐妹，主啊，把祷告的负担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主啊，有你真美好。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如此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隔我们开始我们的晨祷，我们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就是我们赶紧的花一点时间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让上帝祝福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们相隔我们晨祷会开始和剩下一分钟三十秒。那么现在呢，我要特别跟大家推荐了一本圣经，这个和合本修订版。那和合本修订版这本圣经呢，下期是和合本当中做一些的修订分段啊，各方面，然后一些比较困难的字呢，他都有做一些的修改，好让我们在读圣经尤其是呢不会失去和合本的这个原味。当你在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你可以作为参考的另外一本圣经。那因为我们知道时代的改变，在言语以及文字方面呢，都会有一些的更新，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除了你有这个所谓的原装的这个和合本之外呢，我也鼓励你，除了你能够买一本新一本，那么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投资一本和合本修订版圣经啊，真的可以给你在读圣经方面呢，尤其是中文的弟兄姐妹呢，可以给你带来巨大的帮助。那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早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晨祷交在主的手中，愿你来掌管。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要祷告你的大荣耀要降临到我们当中，主啊，你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神的荣耀就在这里，一起来拍手。是的，今天我们祷告，让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彰显，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一起大声的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如中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基督，你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这里有荣耀。是的，我们来宣告，这里有主的荣耀。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让我们来宣告，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我的家有荣耀，在我所处在的办公室有荣耀。我宣告，主你在你的教会有荣耀，你的荣耀要临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各角落都充满你的荣耀。一起宣告，你是基督的，你是基督的，我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基督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哦，这里有荣耀，这里有荣耀，这里有荣耀。是的，我们来
宣告这里有荣耀。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是的主啊，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全心敬拜你，是灼热今日知道永远不改变的主。每个人大声的唱，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现在，现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你是起初的末后的，现在，现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摇动。哈利路亚！神为我们征战，与我们同在。Come on， 大声来唱！他已完全得胜，已完全得胜。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宣告神的得胜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在这里。心路被遮盖，他已完全得胜，已完全得胜，我们不被震动，绝不被摇动。耶稣你在这里，是你我活着，我活着不是灭亡，以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一起来摇摆，从左到右，哈利路亚。In Jesus name， 我活着不是灭亡，我要宣扬高举你名，基督彰显我的意志。是的，我宣告我的意志，奉主圣名。In Jesus name， I'm new。我们再拍手，各位老板，你们可以更热情，再更大声来敬拜我们的神。对的，再唱，神为我们征战，与我们同。弟兄姐妹，让我们凭信心，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被震动，绝不被摇动，耶稣在这里。背负我们重担，羞耻被遮盖，他已完全得胜，已完全得胜。我们不被震动，绝不被摇动。耶稣你在这里，是的，我们的信心不会被摇动。我活着不是灭亡，你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完全的自由了，阿们，都是耶稣的生命。早晨你身体上是有疾病的，我们来宣告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病要得医治，就有释放，就有医治在我们当中。 Amen， 神为我们征战。 Amen， 神为我们征战，就必得胜。 Amen， 我们是充满得胜的生命。 Amen， Come on， 相信的高举双手一起来， Come on， 一起来唱。神为我们征战，主是基督。一起来唱，照亮神的国度，不能震动。
破绽不是灭亡，凭基督过来宣告，我的大能在我里面，我的自由奉主生命。哈利路亚。破绽不是灭亡，我要宣扬，我来宣扬主的生命，基督彰显我的名字，身为我们征战，跟我轻轻地说一下，黑暗照亮神的国度，不能成功的我，奉主耶稣生命，终于全然失败，我们大声呼喊，让我们每个人高举双手来宣告，再次的宣告，身为我们欢呼，来欢呼！阿门！大声来欢呼！神在我们征战的神，宣告！哈利路亚！阿门！今天早晨，主啊，我要再一次的经历你。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经历你。阿门！你的爱，你的灵要再一次来充满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唱这首新的诗歌。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经历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阿们。再一次在你面前，交通我的一切，有时会灰心是永远安慰，再一次经历，献上我的生命，未来充满不定，你就是我坚固台，耶稣，是的，耶稣，你是黑暗当中的亮光。围困中的方向。是的，主啊，你指引我的路向。你的话坚定我不安的心。哦，哈利路亚。耶稣，软弱中。今天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要荣耀你的生命，我要来经历你。再一次在你面前，交托我的一切。弟兄姐妹，让我们交托给主。有时会灰心，没错，就是我们会灰心疲惫。但是主，你是我的安慰，弟兄姐妹，你认同吗？再一次经历，献上我的生命。那我们举起双手，一起来唱。未来充满不定，你就是我。坚固台，耶稣，黑暗中的亮光，围困中的方向，你的话坚定我不安的心，耶稣，软弱中的力量，前进时的我全心意。
没有方向的时候，你的亮光指引我往前走。我谢谢你，耶稣。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跟随着你不会放弃，跟随着主耶稣不要放弃，你是活着的意义，跟随着你不会放弃，勇敢前行，你是活着的意义，耶稣，黑暗中的亮光，围困中的方向，你的话坚定我不安的心。阿门，耶稣，我们爱你。耶稣，回去来敬拜弟兄姐妹，举起我们的双手。我软弱中的力量，呼召我一生活出你心意。是的，呼召我。God, you are calling me to live for you alone. 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盯紧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在你十字架上。有你的爱满满充满我们，主啊，今天我们俯伏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恳求你，这时候让你的大能降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耶稣如此的谦卑来到我们当中。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弟兄姐妹，我深深感觉今天上帝医治的恩膏要临到我们的当中。今天早晨当你在敬拜的时候，如果你身体上是有软弱的，那我们一边唱，我们一边举起手说，主啊，让你医治的大能从十字架上流露出来，大人何等的奇妙，有 healing virtue， 有 healing power right now flow into our body right now in Jesus name。 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来唱，我要不停不停的歌唱 The love of crossFather, I pray for your healing power right now. Come upon us and heal us in Jesus' name. Let your healing power flow right now. 主啊，让你医治的大能这时候流入，从宝座上大能的医治的能力流入在我们身上，无论是心灵上的、肉体上的。主啊，我们领受你的医治，借着你的鞭伤，我们宣告我们的疾病。我的软弱完全的医治，一起来宣告，弟兄姐妹。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
十字架上的爱，今天早晨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The love that comes from the cross right now， 领导我们的生命。Father， I pray right now in Jesus' name。We pray for your love to flow into our life right now。主啊，我祷告，今天让你的爱来医治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过去里面曾经，主啊，可能过去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生命当中，可能因着一些人的话语，主啊，扭曲了我们的内心的形象。主啊，今天我祷告，让你的宝血，让你的大爱再次来调整我们，医治我们。 In Jesus name， 再一次的让我们得以更新。 Lord I pray that the power of renew, restoration, refresh help us to refocus again。 主啊，这时候帮助我们再次以你的心对齐，以你的灵对齐，让你的爱领到我们。这时候弟兄姐妹，这时候我鼓励你举起你的双手，如果你身体上是有疾病的，举起你的双手说，主啊来医治我。主啊，我过去曾经被人伤害，用过话语在我里面，这些话语一直的时不时都缠绕着我。主啊，释放我。Father, I pray, release me. Release me right now. Renew my mind. Refresh my soul. 主啊，更新我的魂，更新我的灵，让我能够从这些捆绑当中得自由。主啊，我要成为一位被你所爱的儿女。今天早晨，让你爱大大的充满我。主啊，这是我领受你的爱。谦卑的君王，他也是荣耀的君王。弟兄姐妹，他甘心被为顺服，舍命在围绕你跟我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宝座前，说，主啊，呼求他那奇妙的大爱充满我们。我现在我要为弟兄姐妹祷告，好不好？这时候你举起你的双手，闭上你的眼睛，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再一次
欢迎你来到我生命当中，做主做王，谦卑的君王，我谢谢你，我祷告让你的大爱今天早晨大大的充满我。亲爱的耶稣，我现在要领受你的大爱，充满我，充满我。开始举起你的手说，主啊，充满我。 Lift up your hand right now and pray, so God, I want to receive your love, your love right now in Jesus' name. Oh, oh, oh. Yes, oh, yes, oh, need I, will it so?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家的爱何等奇妙。主啊，我有了你，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有了你，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我有了你，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感谢你，耶稣基督。主啊，我谢谢你。弟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你，我邀请你学习的，把你心中想要跟主耶稣基督所表达的，你现在的心情，你现在的心灵的需要，用悟性借着祷告表达出来。 Brothers and sisters, I encourage you right now that anything that trouble your heart right now, let us come in front of our Father and prayLet us lift up our hand and pray. Let us learn to pray to God right now. 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谢谢你，开口来祷告。弟兄姐妹，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要一直的向他求助，主我要一直，如果你要上帝的大爱充满你，你就尽管的来到他面前说，主我要你的爱。主啊，如果你不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呢，你就告诉耶稣，主啊，我需要你来帮助。如果你很难去面对一些挑战呢，就告诉他，谦卑来到他面前说，主 I cannot take it right now, Lord, I pray, please help me. You are my fortress,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主啊，你就是我的避难所，你就是我的坚固材，你来帮助我，主啊，帮助我，我要把我的生命交在你手中。是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祷告，告诉他，告诉他。耶稣，当你一边祷告了之后，主耶稣的灵要充满你，可能你会说出一些过去你没有办法说出的方言来。神会感动你到流眼泪，神正在洗调你的内心，神在医治你的心性，神正在提升你。哈利路亚， Let it flow right now in Jesus' name. 哈利路亚，
要抵挡圣灵的感动，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哦，耶稣，好不好？学习来唱新歌。哦。告诉他你爱他。 Lord Jesus, we love you. 耶稣我爱你，我深深的爱你，谢谢你过去怎么的带领着我的生命。耶稣我们爱你。亲爱的耶稣，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学习安静，在主耶稣的面前一分钟，举起你的双手，做一个祷告，说主，感动我，向我说话。Dear Lord Jesus, right now, I quiet down myself. Minister to my spirit, deep in my spirit right now. Minister to my soul, speak to me, oh God. Learn to listen to His gentle voice right now.与你同在，我要眷顾你，不要往后看，不要往左，也不要往右，也不要往前，你要往上看，你要把你的眼目定睛在我的宝座前。我的宝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我的宝座是一个满有权柄的宝座，在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在我有权柄，我有权柄能够止住你所面对的暴风雨。回到我的面前来，让我来帮助你。如果你愿意，你就伸出你的双手，我愿意的带领你
带领你走在我的心意里，带领你走在我的旨意里，你愿意吗？你愿意的话，你就来吧，回到我的怀抱的当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透过诗歌，透过敬拜赞美，安慰了我们许多人的心，也医治了我们，无论是在带领的、分享的，或者在聆听的，主啊，都要蒙着你的恩典跟祝福。主啊，我要把今天的分享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我们大家一起说，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如果今天早晨你有大大的领受的，好不好，你在线上呢给一个赞，或者是给一个爱心，让我知道今天早晨神的灵大大的与你同在。那好不好，这时候呢，我们以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分享的牧者，我们的叶勇牧师，我们把时间交给他。弟兄姐妹平安，让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今天我要引用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要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基督降世以盼望入世。从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说到的，从耶西的本必发出一条，从他根生出的枝子必结果实。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他就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着耳闻。第四节，却是以公义来审判贫穷人，以正直来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来击打世界，以嘴里的这个气杀戮恶人。第五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以赛亚 要所发出的预言，基督的降世给人带来了极大的盼望，可以说是有了耶稣就有了盼望。阿们吗，弟兄姐妹？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盼望。那我们说到，人活着不能没有盼望，人活着的确的是不能没有盼望的。那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今天，而是在于明天。在美国，身为一个超级富豪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克鲁克。那克鲁克呢，他从没有把他自己的这个的起初的财这个的财富哈，当作是他的人生的目标。他说哈，财产呢的数字并不是我的目的，我真正的是有兴趣的是游戏的本身，好，不断的寻找新的挑战。他是喜欢寻找新的挑战的人。那么这个卢克呢曾经说过，我很讨厌周末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他说，财务的数字呢并无意义的，重要的是你明天早上要做什么事，你明天早上要做什么事。他说，一个人失去了明天的盼望，就是失去了存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今天，而是在于明天。的确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在于我们的明天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明天，他赐给我们的盼望超过了今天跟明天跟我们的未来。感谢主，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也这么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一个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已经成为了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我说呀，弟兄姐妹，基督是我们明天和未来的盼望。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学习的第一点，我们看见一根枝子生出了盼望。一根的枝子生出了盼望，那枝子从哪里生出来的呢？这枝子就在刚刚我们读过了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说的，这是以赛亚预言从耶西的本
必发出一条，从他的这个根长成了芽，生出了这个枝子，必结果实。阿们吗？那这个预言呢，就是因为弥赛亚将在这个大卫的家里完全的这个败亡，却又在毫无希望的这个的情况当中出现。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啊，以后的将来，耶稣就是在这预言700年之后，以色列全无希望的时刻降生了。这时刻耶稣诞生了，这枝子看起来是很柔弱的，没有生命力的，但是实质上呢，是一个刚强而又有充满生命力的。那这一棵的树长出了这个芽的枝子，就从树桩上长出了，那就是弥赛亚，那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那弥赛亚在这一个的希伯来文，旧约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新约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拯救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看见神所立的约是不会改变的，上帝以他的百姓所立的约是不会改变的。虽然以色列人没有按照神的计划去遵守而行，但神所立的约是不会改变的。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的下场和结局，被掳掠的要被掳掠了，没有家园的没有家园了，好像是整个以色列群族哈就从此的被灭绝一样。但实质上就是如此吗？不，不是的。神仍然能够从他的本质的根生出了基督来，基督就是未来的这个预言的本身。在这里神启示了这个的以赛亚预言说，这一位的弥赛亚基督受膏者，将来耶稣要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来，带给世人盼望。耶稣基督他来到了世上要做拯救世人的工作，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要拯救罪人脱离一切罪恶的捆绑，他人神能成就他自己所立的业。阿们吗？上帝仍然成就他所跟世人所立上的约。感谢主，这盼望的主耶稣已经降临在这个所降临所有相信人的中间，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神。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来往，耶稣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见证，有一位牧师到马来西亚来做短宣的故事。那他就说到了，他说其实啊，一个无论是处在任何的一个环境之下，一旦一个人如果是处在任不管是处在任何的一个环境，一旦他失去了这个的希望呢，就如一个什么呢？行尸走肉的人，人生没有盼望就没有意义的。那他就做出了这样的分享，他讲述了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首都吉隆坡购物的中心，他看到一个样貌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的姑娘，在一个的角落当中在打这个毒针。那他以这个的现代化的这个商场极不相配。那这一位的牧师呢，以前他是专门做这个流浪街头的吸毒者，还有这个酗酒，还有妓女，还有流浪汉的福音工作。他巧合的这个巧合的遇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他就停下他的脚步，和这一位的姑娘开始了有了对话。其实这个姑娘啊，才21岁，以前呢，她有着一个不错的家庭的背景，人长得呢也非常的漂亮，聪明伶俐，美好的人生刚刚开始。可是因着一次的好奇心，就尝试了这个的毒品，结果呢就越陷越深，这个毒瘾呢就越陷越大，以致他就无力自拔，最终就生活在这个黑暗恐惧当中，身体的状况也越来越差，对人生没有一点的盼望，生也不如死。这位牧师就向他传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了，为他按手祷告，告诉他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不要灰心，耶稣一定会救你的。
这位牧师就建立这位的姑娘去到附近的教会寻找一间基督教的这一个的戒毒中心，那他一定会能够得到主耶稣的这个爱的拥抱的，最终就可以戒掉你的毒瘾，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的。短短的那么 一段的沟通，重新的点燃了这位姑娘的信心，脸上就露出了这个的渴望新的生命的笑容。她答应了这位信这一定，她答应了一定会信靠耶稣，一定会戒掉她的毒瘾啊，痛改前非，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弟兄姐妹，你曾经怀疑过神的爱吗？或者是说神的爱是不可靠，你曾经有这样的怀疑吗？你也可知道神的爱和神的约是永远是不会改变的吗？神呼吁我们不要在怀疑当中找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在怀疑当中来找盼望，你是找不着的，你是找不到的，你需要的是相信他的爱是永远是不改变的，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阿们吗？所以弟兄姐妹想想看，神能从他的本质当中生出盼望，意思是说在他的里头总会让你找到他的盼望的。阿们。所以啊，耶稣赐给我们的盼望是连你明天的盼望他都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的明天在神的手中。这里我要说到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有平安，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是有喜乐、有目标、有保护、有神的爱的，这些已经足够让我们的心灵安稳了。今天早上如果你愿意，你要让神的爱来触动你的，你可以向他大大的敞开你的心，对主说，主啊，主啊，求你现在就用你的爱来触摸我，现在就用你的爱来触摸我，让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平安，让我可以回应你感受到你的爱。弟兄姐妹，你可以这样的来向神祷告，我相信当你这样的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一定会来将他的爱来让你感受到他的爱。阿们吗？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让我们来看第二点。这盼望如同明灯的照亮在这个世上弥赛亚的救恩应许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已经落实在这个世上了。无论人怎么样的失败在基督里面你找到你自己，无论人怎么样的失败，你在基督里面你不会迷失你自己，无论人怎么样的失败，你在基督里面你可以找到你存活真正的意义，因为耶稣就是你生命的明灯，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明灯，因为主耶稣的盼望在你和我的心灵里面好像一盏明亮的灯，是在我们的里头不断的来到做光照的工作，不断光照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启示我们，不断的指示我们，不断的带领我们，不使我们失望，不使我们失望，他的盼望成为我们存活的意义。阿们吗？弟兄姐妹，神的盼望成为我们存活的意义。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在前几章的经文里面接连不断的在宣告着这个责备和审判，让近前的人心情都变得很沉默，很低落，很这个低沉。但是来到十一章的时候呢，以赛亚就好像完全的改变了一个新的景象一样，他就开始了说了一言弥赛亚的盼望，这个盼望当下就带来了好像一个照亮了漆黑的夜晚的明灯一样，就在十一章里面我们看见。所以呢弥赛亚呢就是神特别恩高设立的这一个的祭司和君王。那弥赛亚呢并不是指一般的君王，他作为这个宇宙之君，他将要引领万国万民都走向他的正义和公义之路，他要治理我们
这一位弥赛亚要治理我们，哈，治理我们的生命啊，恢复狮子与这一个的羊羔一切羊羔一起的游玩的乐园。我们如果你看完整章的弥赛亚十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情景。那神的应许与人同在是不会改变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讲阿们吗？所以要紧紧的抓住上帝他所应许的话，他是不会改变的，他与我们同在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就说到，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都在哪里呢？在基督的身上。这又让我联想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是这么说到，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他用油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那瞎眼的得看见，叫那被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的人的喜年。哈利路亚，感谢主。原来弥赛亚到来的时候要说什么呢？要使到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弟兄姐妹，至少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三件事上的自由，三件事可以得到的，神给我们的。刚刚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里头我们有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明亮 这个的明灯，要照亮在我们的里头，他要使我们里头的智慧和聪得着他的智慧和聪明的灵。弟兄姐妹，你可知道我们需要这个吗？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和聪明的。以前我们都以为我们很聪明，可是这个聪明在保罗来说呢，这个智慧和聪明只会让我们更加的骄傲，只会让我们自夸自大。可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学习的基督的智慧呢，是让我们越来越有智慧。这智慧就是要让我们来到什么呢？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生命哈、能够被智慧和这一个的聪明来治理。第二，至少我们也可以得到的这个，好，得到这个的自由的，就是耶稣基督如同这个的明灯，照亮在我们的心灵里头的这个谋略和能力的灵，让我们处事，让我们待人，让我们坐在职场上，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或者是在你的生意上，你有这个的计划，你有这个的神来的计划和聪明，或者是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神给你的这个的智慧和这个谋略的这个的灵啊，怎么样的计划你的人生，怎么样计划你的家庭，怎么样计划你的人际关系。能力就是神的恩膏，就是神的这个的权柄在你的当中，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第三，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呢？得着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哈，光照的是让我们拥有神的知识，让你神的话语会成为我们的知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到上帝的话语，理解神的所说的话语，就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知识，以致让我们可以敬畏，明白如何的敬畏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神，让我们整个生命就明亮起来了，让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得到的医治、释放、看见、得到自由了。哈利路亚。那人借着耶稣基督如光这个来引导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得以享受他神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基督、已经是降世了，他也是带着盼望入世，带着盼望进入到这个世上来。最后我们要看到就是、盼望在于弥赛亚的公义统治。我们看这盼望呢，乃是因为弥赛亚的公义来统治这个世上，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真正的盼望。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最后的这三处经文，十一章第三到第四节，
他讲到，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的时候不凭着眼见的，断是非也不凭着耳闻，却是以公义来审判这贫穷，以正直来判断世上谦卑的人，以口中的杖来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以公义并当他的腰带，信实呢并当他胁下的这个的带子。这里让我们真的看见神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跟常人所做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神本圣经当中的一切伟大的教义的启示，我们都看见是逐渐的进展的，是逐渐逐渐的进展的。起初呢，这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的暗示，但呢依着时间的经过呢，就都很清楚的，而且是完全的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弥赛亚从一棵的树苗长出盼望来。那虽然当时这一个这些的这话呢是一个预言，但现在呢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实际的活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中间来往，在人间的前后运行他公义的治理。哈利路亚，他实行在我们的中间了。弟兄姐妹，你肯你肯让这个的耶稣来到治理你的生命吗？你肯让耶稣来统治你的生命吗？统治你每一个你生命当中所做的决定吗？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那掌管你生命的主，掌管你生命的主，让你一生都活在他的盼望里。阿们。所以我说呀，弥赛亚基督已经降世了，他的盼望已经在这世上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早晨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求神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一颗盼望的心，因为我们知道盼望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盼望就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盼望的源头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因为你连我们的明天未来都给我们预备了，因为我们的盼望就在你的身上，以致你让我们知道时时的与基督你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神啊，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耶稣，你赐给我们的盼望不是过世式过去式的盼望，而是现在式的盼望。神啊，我们祷告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这个的盼望是要让我们继续的前行，继续的来依靠，继续的来爱你，继续的来侍奉你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今天早晨他们领受到耶稣你所赐给他们的盼望。假如我们当中有失望的，今天早晨神你来安慰他们，你要赐给点燃他们心灵的火，点燃他们心灵的盼望，让他们走在神的盼望的当中。谢谢你耶稣基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我们的耶勇牧师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的点燃我们心中的盼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等一下会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但是我们还没回应之前，我这里就做一个小报告。那就是如果你在过去这段时间透过这个晨祷呢，有很多的领受，我们正在征求见证的分享，你可以以三个方式，以录音的方式，可以用手机录音或者是录影video， 或者是用文稿都可以。你可以把档案呢把它发到我们赞美灯塔的面子这个脸书的信息箱，或者呢如果你不会发这些档案的话，你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让我们同工会联络你。那么录音的话呢不需要太长，最多是三分钟。那录影的话呢可能你也是三分钟，文稿呢你能够只是大概一个半个 A4 的纸，或最多是一个 A4 的纸就可以了那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把我们接下来一整天的生活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要宣告你的得胜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那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靠着主耶稣，我们有盼望，有得胜，哈利路亚！一起来，神为我们征战，与我们同。Come on， 大声来唱。他已完全得胜。那我们今天早晨以得胜来结束今天的晨祷，哈利路亚！起来宣告。耶稣在这里。靠着主耶稣，我们有盼望。阿门。好不好？这时候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我要宣扬高举你名，基督彰显我的意志，奉主圣名。那么，一起来拍手。各位老板，你们可以更热情，再更大声来敬拜我们的神。神为我们征战，与我们同在。他已完成的神，已完成的神，我们不被震动，绝不被摇动。耶稣在这里，背负我们重担，羞耻被遮盖。他已完成的神，已完成的神，我们不被震动。绝不会摇动，耶稣你在这里。一起来唱，弟兄姐妹。我活着不是灭亡，你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里面，我的自由奉主圣名。我活着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很快的，我们看到我们时间就到7:30，要跟弟兄姐妹说再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祷告祝福每一位，今天上帝带领你过一个有盼望有得胜的一天，好不好？这时候我们用主祷文来做这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灾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说阿们。感谢赞美主。亲爱弟兄姐妹，再见了，上帝与你同在。